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角播音，华语节目将在两分钟之后播出。广播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角播音，华语节目将在一分钟之后播出。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，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角，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很高兴今天为您制作节目，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，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。